搞一锅大米。镜头推近一点，给大家看一看啊，把我们家吃的大米装进去。然后呢，把我们这个小仙丹啊，秘制小仙丹，可以，搞个几粒放进去就可以了啊。盖上我们的炉盖，扭紧，拿着我们工具，好了，打开锅盖，放上来，点火，来，开始来加热。来，我们的小锅压力大了啊，抓起小把手。炉子盖面，小平板推一边，收紧绳这么一挂，插进去，走一个，哇，这个米香，哦，白白胖胖的啊。